我是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心理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陆小欧。你好。我是世界综合流动贸易助远东大学中国区分部的姚远。嗯，愿意吗？我愿意。不见不散。不见不散。阿宇他是个孤儿，他是个好孩子，善良、仁义、有担当。你知不知道他骗我们稽查队多少次了？啊，你有想过更远的事吗？我想蛋蛋给我能最好的待遇，而不是天天像贼一样的活着。远方快递怎么样？远方。是过来人。我决定了，收购。我只接受合作，总有一天会来找我的。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资本的力量。我就想靠我自己赢这么一回。想让我瞧得起你，除非你用合法的手段获得成功。已经不配拥有远方。这条路我走了20年了，闭着眼睛我都能进去。决定从头开始。远方不是脚到达的地方，而是心超越。